咱这个视频你把它存下来，啊，视频的或这个上模具这个视频你把它存下来，还不是，我说你把它存下来呀，存下来吗？存，把这里面啊，对，是的，我这我把它储存，储存起来，以后就麻烦人家安装这个流程发给他就可以了，虽然不一样吧，但这个操作的模式是差不多的。现在拿两个回答。拿一个上面。一个。看这弯不弯，弯把这塞。
下子把这个全部都拍完了。等着这个流程啊。嗯，不要分开，直接拍完了。那就想你们俩想办法要快一点。哦，要快一点。机器用多少安倍啊？多少安倍啊？哎，机器啊？是的，有个客户问我。上几个月吧，就到吧，上六个月嘛，就到。上六个月的，我早上发 QQ 给你，你没回吗？啊，要 QQ 发给我。今天那个叫雷哥找你了，你要吃吗？你都没理我，我都哭死了。哎呀。你找听听下来好了。他拿电梯叫呢，他拿电梯叫呢，电机还没有啊，是没有啊。你别打扰他了，我这边拍视频。关键这一步啊，把它松掉，松到把下面那个调一下。你看这里，这里，下面这里啊，就最主要调这个压力。这黑色的这边是吧？啊，是的。主要黑色的这个压力是吧？啊。这个黑色的压力，它可能就有一点弹性的那种。啊，对。不要那种太死板的。这个图形，这是气吗？这个充满气，这是气的。这个好了是吧？嗯。然后拍这里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先简单的把这个，嗯，先把这个热风先。你把这个装一下，我然后看。就是这个压板怎么放压板就可以了。按着哪个压板？等一下，啊这个、你就拍不到。我在这里，这个压板是吧？这个压板，顶着这个压板，对，稍微紧一下，把它放上去。这个压板放上去，然后紧一下，就这可以了是吧？然后还有其他的吗？后面的那个也装一下，我拍个视频先。啊。等一下，你装一下，我拍摄，我怕时间长了来不及了。这是等一下没电了，你稍等一下，回来。这个冲彩，这个是冲彩哈，这冲彩拍好了，这一套就好了。
反正你把它装上去八分钟了，我等一下手机没电了，内存大了就完蛋了。这是冲彩的安装。简单的就是这样。上面那个还要安装上去还有吗？在哪里？上面那个安装现在那一块没拉过来。哦，那等一下。